cfo, zach kirkhorn, has stepped down. and this is actually a big surprise. Um, he has stepped down as cfo effective august 4th. he will be replaced by tesla's chief accounting officer, vibad teenager. Um, but he will stay on for the rest of the year to help with the transition. you know, zach kirkhorn has been at the heart of everything that's been good for tesla, frankly, in the last four years as cfo since being named in 2019. he was a rookie then, an unknown quantity. 前日，特斯拉官方宣布了一则重磅消息：其首席财务官扎克将离职，首席会计官将接替他的职责。扎克表示将继续支持特斯拉至年底，以确保工作的平稳交接。扎克在特斯拉总共任职了十三年。 担任首席财务官四年，一直是马斯克的得力助手。他为何选择在现在离职呢？是因为特斯拉财务上出现了重大问题或隐患吗？他的离职从长期来看将对特斯拉的股价产生何种影响？在本期视频中，我将对此进行详细解析。 Working at Tesla is an intense experience, by uh, by all reports, and so uh, I'm sure there is uh, some element of burnout that uh, Mr. Er, you know the the departing CFO had here, having been there for 13 years. Also, you know, promoting the chief accounting officer, um, you know, keeps the the cultural integrity intact of, of the financial organization. And someone that's been involved here uh, with the, the company for four years, and so this feels like um, a potential natural evolution of the, the financial organization for a company. 许多人通过扎克在领英上的声明推测，扎克可能是被特斯拉临时解雇的，因为他的第一句话说：“今早特斯拉宣布了，我已经离开了首席财务官的职务。”很多人将这句话解读为他也是刚刚得知自己被解雇的消息，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首席财务官的离职通常涉及敏感和重要的信息。 这牵扯到内部交易，因此关于首席财务官离职的消息通常会受到严格的控制和协调。我认为扎克这句话只是想表达出公司已经正式宣布了这一消息，所以他也可以公开谈论这个话题了。还有一些人猜测，是否是因为特斯拉财务上出现了重大问题，或者是涉及法律或合规问题？我认为这也不太可能。首先，如果存在这样的问题， 公司不会让同样与财务有紧密联系的首席会计官继任。其次，扎克也不会表示他将支持特斯拉的人员变动直到年底。最后，马斯克也不会在推特上给予对扎克的祝福。所以，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是扎克自己选择了离开特斯拉。他选择离开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首先，他可能了解到自己无望继任首席执行官，而他想追求更高的发展。 扎克的职业背景是金融财务，而不是一名工程师，这与马斯克期待的公司领导人背景不一致。马斯克是世界上最顶尖的工程师之一，特斯拉产品的不断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马斯克身为一个工程师对产品的追求和执着。假设特斯拉将来由一名财务人员继任首席执行官，特斯拉的主要管理层可能就会从产品人员慢慢转移至财务人员。 那么公司的优先目标则有可能从产品创新转移至追求盈利，这种转变可能会改变公司的核心价值和方向。就像现在的苹果公司，在拥有财务背景的蒂姆·库克替换了产品背景的史蒂夫·乔布斯后，苹果公司的灵魂也发生了改变。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担任特斯拉首席财务官并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尤其是在为马斯克工作时，虽然薪酬极高。 但压力也与之成正比，尤其是在马斯克将工作重心从推特转回到特斯拉后，扎克和马斯克之间可能逐渐产生了分歧。这些分歧可能涉及公司的优先事项、定价策略或全自动驾驶的时间安排等问题。扎克的个人财富已经达到了五亿九千万美元，可能他想开启人生的新篇章，享受更多的个人时间和自由。但不管他的个人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并非出于特斯拉自身的财务问题。纵观特斯拉二十年的公司历史，有数位高管曾经离任，例如特斯拉共同创始人斯特劳贝尔、特斯拉汽车业务总裁杰罗姆吉伦、特斯拉前财务首席官迪帕克阿胡贾。他们每次离开都没有显示公司进入了什么暗藏的危机之中，当时的担忧和股票抛售最后都被证明是多余的。所以，我们应该更加理性的看待这一变动。 而不是过度解读或产生不必要的恐慌。特斯拉作为一家创新和快速发展的公司，高管的离职和更替是正常的现象，不一定反映了公司的基本问题或危机。那么扎克的离去对特斯拉整体来说有何影响？That he was one of just a handful of stated executive officers, right? You have Drew Baglino leading the powertrain and battery business. Tom Zhu has now come in over from China. But, but does the key man risk conversation now get amplified because Zach, who's been such a stable uh, force, is now gone? And is extremely resilient as long. Uh, as you you have this capability of harnessing talents and um, bringing them up um, the the pyramid, and look at someone like Tom, like the the, the trajectory in China at Tesla, um, it's very similar to the trajectory of Zach in the finance department. Like these people came in very highly selected by Tesla, and amongst all these very high high quality talents, Tesla has. Tesla is extremely good at promoting very very fast, very young. Uh, talents so as long as that machine is there as an analyst looking at the s t o c k looking at the long term even the medium term、uh, I, i feel relatively confident、um, uh, we shouldn't be excessively 首先我认为无可否认的是扎克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首席财务官他的离去对特斯拉来说肯定是一大损失但特斯拉在人才方面的储备极为深厚每年 马斯克的特斯拉和 SpaceX 是全球工程师最向往的两家公司。特斯拉每年收到超过三百万人的工作申请，成为全球工程精英人才最向往的工作地点。特斯拉还极其擅长提拔、培养和吸纳新的优秀人才。例如，年轻的扎克在三十五岁时就被提拔为特斯拉的首席财务官。同时，我认为一名财务高管的离去，相对于一名工程高管的离去，影响要小。 接替扎克职位的将是现任首席会计师印度裔的塔内贾。自二零一七年加入特斯拉以来，他一直担任公司的首席会计官。他与特斯拉共同经历了 Model 三的生产地域。以及公司濒临破产的最困难时期。他对特斯拉的财务工作内容了如指掌。我认为任命塔内贾为首席财务官，体现了马斯克想要迅速打入印度市场的决心。 马斯克在六月份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会面后表示，他相信特斯拉将很快进入印度。印度现在预计将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并提供了非常低成本的运营结构。特斯拉已计划在印度生产一款售价低于两万四千美元的汽车。印度一直在提供与生产相关的激励措施，以使该国成为制造中心。许多公司也在寻找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生产基地。 所以总的来说，我认为特斯拉在人才方面有足够的储备，能够很好的接替扎克的工作。他的离职并不会对特斯拉的长期发展造成本质上的影响。接下来，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呢？我认为，当发生这类事件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重新审视和思考你投资特斯拉的根本原因。你需要问自己：扎克的离职是否会影响到你对特斯拉的投资理念和长期目标？ 假设你的结论是这一事件不会对特斯拉造成长期影响，那么特斯拉对你来说仍然是那个具有巨大潜力和前景的特斯拉。不可否认的是，我认为这个事件将会在短期内给特斯拉股价带来压力。就像我在上期视频中所说，我仍然认为特斯拉股价在第三季度里存在下行风险，可能会进行横盘震荡，来巩固两百到三百的价格区间。但是，我认为这对长期股价来说。 是健康的调整，市场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这一消息，并重新评估特斯拉的价值和前景。但我相信，明年将是特斯拉大幅上涨的一年。公司的基本面依然坚实，创新能力和市场潜力依然巨大。总的来说，作为投资者，你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不要被短期的波动和新闻所左右，重新评估特斯拉的价值和潜力。 并据此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对了，如果你想投资特斯拉，可以考虑使用富途牛牛，用我的链接注册将免费抽取十到十五只股票，平均获得一百五十美元每股交易。不仅支持全时段盘前盘后，还上线了夜盘功能，二十四小时全天交易。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见。